啊，而家咧就仲有七位已經撳咗鐘嘅，我亦都係嗱，有好多同事都反映唔同嘅意見啦，都認為係應該係一個合理嘅，大家討論咗咧，就盡快進入翻啊陳偉業原先提出嘅動議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俾翻啊一個時間俾大家，而家仲有邊一位需要啊？我就按照翻真係嘅慣常嘅做法啦。頭先有議員已提出啦，就畫一條線，咁我哋會再。下一步咧要進入第二個嘅，咁所以而家依部分咧，希望大家係如果需要發言嘅，就而家最後啊，我哋就喺度畫一條線咧，就作為依一個題目本身嘅討論就結束嘅。好，下一位個名啊，我想知道你撳咗邊幾個？以下嘅陳志全、田北辰、陶錦生、劉慧卿、黃定光、陳偉業。我哋冇作第二輪嘅，頭先已經講清楚啦。今日仲有林大輝，仲有主席黃碧雲。黃碧雲係嘛？阿張，你冇撳到落去。OK， 嗱，到依度為止啦。我咧就唔希望大家即係一個討論一個項目咧，嘥大家太多時間，因為應該好清楚嘅啦。